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海明爱生活。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，也越来越会享受了，很多酒店就针对情侣推出了情侣房，里面的布置十分的浪漫，灯光装修家具都很好看。最有特色的就是在酒店情侣房里面会放有一张大大的圆床。为什么会选择放这样的一张大圆床呢？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，圆床可以增加房间的卖点，出门在外的难免想图个新鲜，一般的长方形床已经睡腻了，自然想换一个睡睡，这就吸引了很多情侣来住了。其次，圆床空间更大，比起一般的长方形床面积会更大，一般长方形床只能睡两个人，圆形床睡三个人都没问题，自然更受情侣的喜爱了。最后呢，圆床凸显房间比较大，同样的房间面积将长方形床换成圆形床，就会显得房间面积大很多，让情侣们觉得自己赚了。原来圆形床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么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面摆上圆形床呢？原因就是实用性不高，圆床的床套被子都需要特殊定制，花的钱就更多了，而且摆在家里还很占地方，所以说在外面享受就好了，带回家就不怎么合适了。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